师，我们有年轻的，有资深的，一起来聊一聊，好吧？我们班里的同学上课在给我用使用手机，哦，我就把它没收，就在联络簿上写，隔天回的是直接写你还没有加老师哦。又没来，然后我再打电话给家长，家长就说：“哦，老师，你把卡扎卡嘞，就是要今天叫床服务。”